现在呢，我们把时间呢，给各位有任何问题，可以给大家有3到5的时间来疑问。然后呢，在问的之前呢，我先来个有奖征答，我们都哪些东西啊？哇，我有那么多问题啊！好，先选一位哈，我们的剧团的总名叫什么？啊，穿蓝衣服的那个老师。台湾豫剧团前面的，离我刚刚这整个还有。哦，前面那些吗？那就是灰马豫剧，还有。不是，我说我们现在的台湾豫剧团，我们隶属。哦，那个文建会台湾传统艺术总处。真的很难念，我每次都要念半天。大家记得我们台湾豫剧团身在高雄，好，谢谢你。阿森，你帮忙翻到日本。我们50年里面的，有我们几年的照片啊。我们的历史啊都在里面，今年是60年，不是50年。接着下来再问一个，好，我刚刚讲了我们的新戏在哪边演出，几月几号，台北或高雄讲出来都可以。好，请说。文化艺术中心4月26、27。哦，他真是好人呢。我说你怎么比我还清楚嘞？看你眼睛，我在想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大多，好，来，打 pass 那个真好啊。好，我们的剧名叫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们的新戏剧名啊，对不对？金国华语。对，我老说金华烟云。来，这位老师。送的，我挑的是什么袋子啊？都是啊，约束哦，我们的玉沙剧哈、啊，大家对他好一点，可以考考，你们去看，没问题，教你们抠鼻的，跟他借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份啊，还有一份，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在这个豫剧团在台湾几年吗？这个送的。你离我最近，对不起后面的，因为我只看到他6、7年。来，你这样子是怎样？4遍，还有3遍的，啊，还有3遍，我刚刚看了后面还有几举手的，不、哦，穿黄色的，还有那个戴眼镜穿红色的，啊，好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豫剧团其实深根就在高雄，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台北。我们真的就在这个营区待了50几年，已经在海军里面待了几年，所以在台真的在高雄60年。所以我虽然是宜兰小孩，但是我对宜兰一点都不熟。我是在高雄长大，就一直在高雄。我们是在高雄。然后刚刚会长想说有没有疑问的，对我们剧团或者是演员或者是我们从小的有疑问的话，可以给大家发问。大家都很含蓄，好，到，好，男士优先，请说。这里面好像这个加入豫剧团的话，你是只能当兴趣，还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当饭吃？哎呀，我真的不忍心回你这个问题，太难回答。要当饭吃哦。你的基本功现在练，你第一个，你腰我、啊、哦，我女儿、啊，你女儿啊，你那么狠啊，你女儿跟你有仇啊？你女儿多大？国三呢、啊？其实现在进剧校还有一个，我们常常有体验营，让她来接触，不要强迫小孩的兴趣，让她先接触。但是当饭吃哈、啊，我跟你讲，第一靠天养，因为你要有嗓子。这个第二要靠剧团，还有自己这一个要演戏有样。你不要说长得多好，但是你没有嗓子，所以我们演员觉得哇，她那么漂亮不演戏好可惜哦。我现在知道，我们也不想演戏，我也喜欢包头打鼓啊。但是在舞台上，你第一个必须要有好嗓子，尤其是豫剧。他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学啊，当饭吃哦，还在人呢，有饭吃的，有饭吃啊，饿是饿不死了。但是吃的也蛮忐忑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很难。我以为是你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怎么扒你的腿啊？太登顶了。其实国中已经
国中一年级，我们学习的时候是八岁到十二岁，是最好的，为什么？你的筋骨很软。然后后来比较大一点的话，就是只学城市，学身上，然后学台步啊，学这些，就是学我们的，就是进入靶子功，坦子功就免掉啊，坦子功这个比较残忍的。但是嗓子这些真的是要因人而异，这个看可以让他从看戏开始，或者是有编配啊，他兴趣好好逼他学中文啊，以后编剧啊，对不对？英文好也不错啊，翻译外国的，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都在，所以这个行当里面还有学美术啊，在台湾这些其实是很棒的，绝对国外差，国外的这个已经有点。舞台就是舞台，电影就是电影，它是不一样的。电影是用金钱去砸的，舞台一定就是要你，它呈现更难。它完全，你看一个舞台，你要靠这些变化，这个是很大的，所以要应该来讲的话，比电影还要难。我觉得电影最难的是剪的那个人，啊，导演取的角度跟着剪的那个人。但是在舞台，你哪一块少了都不好。这个景是个，这个舞台是很重要的一个。还有没有刚刚分享的？哦，这个海啊，我们豫剧团哦很不一样。豫剧团在台湾哦一直讲，它是跟扬子一样。我们常常讲，我们说我们要媳妇熬成婆也很难，因为豫剧在台湾想想看，它是个外来戏，歌仔戏我们本土，京剧的我们以前称为国剧，豫剧大家都不太看好，认为它哎呀就河南戏。可是观众都很喜欢看，就那样，豫剧它很通俗。他讲话不会太过哑，让你不会那个。去看他就跟看电视剧一样，他除了有城市以外，但是他要回到生活。你像我们不会说啊，你看那多美丽呀，肢体要有，但是我们戏里面还是有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大哭大笑。这在里面。那你要是说你刚刚问的是我们的排份，这个辈分，以前我们有分海字，那是因为海的海军，可是我们要陆战队。但是到最后啊，所以我们前三期嘛都是海字，一分的话就跟海光的魏海敏跟我们算同期，但他是京剧，我们就会乱掉。所以我们后面的本来还有，我们有杨字辈，红杨，他们叫红杨什么？弘扬中原文化。但是后来呢又变成，因为我什么不知道呢？因为后来学校就我们的剧团就不准有学生，通通到学校，他又混在一起了。后来我们就说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知道扬字比较多出来，中原文化慢慢就散掉，就比本来我们有时候至少招四期，一期学生差不多要隔四年，但是到时候就合并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学生。然后没有学生呢，这有时候也不是说政府，因为去学的戏也有，现在就变成我们就去吸取京剧或那个歌仔戏的，所以这样我们现在很多戏，所以在我们队上最年轻的也是二十几岁左右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没有辈分了，以前就海，所以我也叫海，但是其实我比海林要晚三期，我是第三期的头，他们是第一期的，四十九年的第一期。我才刚出生一点，哦，几岁啊？九岁进去，然后莫名其妙也变成海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还没有，本来是要说跟他们海光一样，可是光又海了，后面又跑分，一直到我们的第五期学生就开始有弘扬中原文化，可是到了中字辈以后又合并了，原字辈合并又回去了，所以就现在名字爱取什么名字取什么。所以海字辈很容易跟海光的啊，那个弄乱。好，然后还是很欢迎大家。今天宗旨是介绍豫剧的，我们那个师姐一直在那边给我提醒，要介绍大家卖票。反正今天是买票的哈，全部买都是五折。但是看戏真的，今天会长讲了一句，看电影要中间后面好看。你想看戏真的要往前看戏的话，希望经过我今天这样介绍，对各位看戏就进一步的了解，在台上你的举手投足，哪怕一个眼神，都演观众都跟着。所以我们小时候演戏最怕演着演着哈，没事就想看一眼，那观众觉得什么？这都是不许可的哈，他的手眼身法步都在剧里面。
所以演员呢还有两个权利差的是没有权利的，他没有权利生病，没有权利有情绪。我今天演一个风流小生，我很高兴，哪怕你长得再怎么看你都是西施，我心情都很黑啊，小杰不高兴，绝对不能带到台上。是任何常常讲说这个无情，就到台上没有自己的感情，完全都放弃，还有没有生病的权利。你再病你都得演，除非你爬不起来了。所以唱到很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各自己怎么去转弯那个换气。是当演员，现场的演员他是很命苦的，老师你考虑考虑好。好，希望今天的介绍呢大家还满意，以后有希望有时间的话希望还能跟大家再聚在一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朱老师啊，你知道我们接洽很难得啊，请了台湾豫剧团啊，这个在接洽过程啊，豫剧团就跟我换了三个联络人啊，可见这个呵呵，你不要以为熊生家长会这个会长不好相处哈，我们这是要求，因为我要跟他强调，我们是家长哈，不是学生哈，然后呢，你今天要去宣扬嘛哈，当然要吸引我们哈家长哈，看这个豫剧哈，能走入这个艺术的殿堂嘛，好，今天表演的好吗？